新闻哇哇有 YouTube 频道咯，请大家搜寻新闻哇哇哇，或者扫描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请大家继续分享。周老师啊，讲这个师长啊，30年前和朋友合伙做生意，但是恁老公足天气也无相信命理。他不是不相信命理，他是不喜欢做命理，他是爱做生意。就是常常想要做生意，做生意。三十几年前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就是跟朋友合伙。合伙来说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朋友又熟悉到日本有一个，跟他说做一个做花名。那他花名是花名什么？他有一种塑胶粒子。那种塑胶粒子就是怎样？一见到紫外线，它会变色。那叫变色粒子。那个变色来讲，那个就是伊在日本，他是伊是家己发明的，所以他有专利。专利咱要家己买来讲的时候，就是爱有一个专利钱，爱花钱安尼的。搁在搁唔是干那这呢，搁有红外线、紫红外线、紫红外线，今嘛拢有当放在生鲜超市里面，里面放只要那一片是有紫红外线，迄、那个物件都会较新鲜。搁有以前嘛讲放在烧酒啉落也较甜，较迄款的粉糖落粉的无迄个尼古精。就是、有，我知道那个东西。对啊，还有那个伊迄个物件吼，它还有就是把它。涂在那个咱迄个赖达，阮主要是个涂在赖达上面，赖达里面拢画迄个清凉的女生的照片，只要一赖达迄就开落去，它就脱光了。对，嘿，那时候一剪阮先生因在做，就是这样。你们做到哦，好酷哦。小名就是千灰打火机。啊，那个时候有一刚开始那个时候，我们是拿的就是那个叫什么，迄个台湾的。整个独家代理，你独家代理，你都爱给人钱啊！回来了，你开始开发，因为伊给你就是你要回来开发，无这个物件无人知影，那就要再开发，开发爱卖报纸，伊较早爱报纸，足贵，正贵，迄一个安尼头版安尼都那几十万安尼，伊敢那咧烧钱，一直用。好了，那开始我嘛唔知道用生理咧做，搁。公司搁开在信义路遐，那个公司在那边，租金贵，租金也很贵。好了，拢安尼直直开，直直开，我讲奇怪，那看伊，逐工拢足无用的，足无用的，因为伊阵啊，甲因朋友，伊原就是讲，因朋友负责开发产品，安尼就对啊，就是你看讲找产品来，然后我先生一家搞，伊安怎呢？开始洗钱，那这公司伊就是专门咧洗钱的。好在洗钱的，当然伊就变作一直借，一直借，一直借。头啊是家己公司都要感觉公家的时候有一寡钱嘛。好，这钱开了了，佫刷落去，到尾拢借钱，借到按倒去，借到按因的前女友、初恋女友遐去。嘛，这个有看的呢。我真正借到按遐去吼。为甚物阮都爱需要加高贵啊？有这个前女友借钱啊？啊，就是一直借，到迄阵啊。就是因为头啊拢唔知伊安尼的情形，只知讲伊咧做是啥，啊，就广告卖甲遮大，啊，咱你就来想讲，这个事情事业敢那做甲遮大，嘿，根本拢无啥人咧买，因为迄拢开始在咧广告呢。那好，那就这样子来讲，就有一天就是在电话上，我发现他怎么还在，甲一个伊话咧，我忽然两眼转甲靠我去听，什么女生？这是啥物人？讲到尾啊，全闹高都断，那才知讲是伊甲前女友。初恋女友。就是伊的初恋情人呐，结果伊借甲借钱借甲遐去，结果迄阵啊，一个人了才知影，伊已经开千几万去啊，佮迄外口借差不多300多万，所以总共金额200万，千六七万才济啊呢。迄阵安尼做侪钱呢？迄真正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吼，敢那会当安尼一樽的凉哦，对腹肚底安凉起来安尼。那个时候一直想讲，哇，这安尼，因为有一句话就叫“准破害车底”。因为我在那个时候，我嘛是拢扛棒，我扛棒拢徛我做印金三个字，所以我一直讲，我先生可能也使走咯，我未使走咯，因为大家拢捌我，就等人家可以找到我。我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跟他讲讲，你唔能够走啊，唔能够走。你有想假离婚吗？没有想到假离婚人也是一钱人来钱，无想到这，我一直讲你唔通做咯呀，唔通做咯，因为政府外口呐，总共也够欠300万，我还够有法多偷偷来还这个300万的钱。但是如果你若够补个3000万，那可能我就没有办法。那个时候真的有这样子的想法，我就一直叫他卖走。因为心肝想讲，我都弄千外万落去，你叫我卖走。新冠伊讲，佮好像我广告啥拢卖啊，差不多拢已经小可有人在了解这个物件，那你叫我不要做，那怎么一讲？就后来我就甲伊讲，无安尼，
给你一个期限，譬如讲到今年年底，你就若做袂起，你就卖做啊。哎，结果伊转来讲，啊，安尼要安怎？咱又转我讲，啊，无咱来求财神，好，就是去求财神，开始求财神。财神有分文财神跟武财神，当然你就是爱求较。因为咱这是属于那个叫做诶母慈的母慈，你来求母财神，吼，啊就开始去求母财神。啊，求母财神的时候，就是敢那讲求我，咱阮即马这个难关会脱未？嗯，吼，这个难关会脱未？啊，当然就是啊啦，要问神是咩卜杯？对。结果伊连卜十二个神杯。哇！因为通常那要卜三个神杯，就困难。就真困难。咱以那个几率来说，十二个。哎，天人宫差不多比中乐透较困难啦，连播十二个神杯，哦，除非讲你迄个神杯本身就杯也有做文做卡手的，啊，若无真正要播十二个神杯，足困难的，连播十二个神杯，啊，因为播这十二个神杯，我现在就有一抖信心嘛，哦，一抖信心嘛，伊讲哈，你给我到，这个就是到年底为止，好，年底呢真正做不起来，我收起来。吼、啊，结果伊就有信心啊，开始哦，一直抢，一直抢，啊，怎啊开始去参加迄个世贸，迄种世贸的迄个展览。嗯哼。结果因这世贸展览怎啊提推出去？因为通常拢是世贸厂商开知影讲要来找即款，要来让一寡迄个要来找咱找一些东西，对对对，新奇的发明啊。啊，伊就找来，结果怎啊一个厂商真正找来，伊讲伊在找这个物件，找足久，因为有时候市场有看到，但是好像就找不到这到底是源头在哪里？嘿，源头在哪里？啊，怎啊找到？阮哥伊阵啊，阮哥台湾的一个总代理，啊，伊怎啊找来了后，怎啊伊怎啊开始买阮的物件？伊摕去倒，伊要销。美国，结果伊阵啊，改签半年，那个半年哦，我们那个钱就回来，差不多倒转来，等于差不多2000。哇！然后遐半年吼，咱倒转来遐钱一杯啊，差不多2000万。哇！遐个2000万转来，你知我这较小气，我就是讲好啊，咱买啊，吼！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讲，你怎会规矩，互你开始等你赚钱啊，你无爱。我因为我已经算阮先生的运吼，无法度通我赚什么钱，我就一直跟他讲说，你不要的吼，你让因去做，啊，咱会些收，因为你这无了去，啊，咱够赚，咱够分一寡转来，啊，伊阵啊，阮全会改，全会无做了，阮全会再去做电脑面板。所以你啊拜的是五财神，五财神，五财神，五财神呀，对，五财神，你倒位。武财神吼，其实武财神有很多啦。哦，赵公明嘛是武财神，啊，关圣帝君吼，咱讲赵公明就五路财神的头嘛吼。啊，过来土，有所有土地公也是吼，啊，过来虎牙公嘛是，拢是武财神。但是阮是拜关圣帝君。啊，你尾啊，安尼有共趁回来，安尼吼，有去共感谢你迄个初恋。有，无。阿伯讲啥？我以前见。很老实，很老实。五路财神啊，五财神爷啊，对这周老师的老公跟周老师较好。啊，你尾啊，恁敢有去还愿？有，阮去还愿吼，去拍一个金牌，迄个金牌三两。哦，三两。哎，足大个，迄个金牌这么大，今麦才贵不得了嘞。三两头万几块，万八啊。迄阵啊较少，迄阵啊千通，迄阵啊一头1000块左右啊，尔啦。嘿，阿头有到30000嘛？就有个增值啊，就有差不多对不啦？还增值是比如增值，看到有够增值。如果神明要看医生，你都是看哪里？你知道吗？看脖子，太酸了。迄真正因为迄有诶啦，真正有兴诶神明吼，迄真正迄金牌拢挂遮大块啊，对呀。那周老师，你讲哈，这个有位客户也来找你吼，因为公司特别多啊。嘛是去拜财神爷了，对啦。对，因为这个客户是安尼，因为较早迄个我那差不多二三十年前哦，迄个时阵哦，拢是做那个叫中小企业嘛，吼，拢中小企业，大家拢做合作叫做贸易嘛。啊，因为做贸易来讲的时候，敢那两三个人公家啦，吼，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到几个人，但是伊来找我，迄个时阵就是安怎嘞？他说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讲。伊伫个台湾吼，因为伊拢做伊是迄落甲外口客户伫遐咧联络，啊，伊甲伊联络来讲时，就是伊接单，啊，即马台湾来讲时，佫有一个客户就是安怎专门找厂商，吼，比如讲你接什么单，啊，伊再找什么厂商要来伊讲，啊，较早拢有做 LLC 啊，什么款呀，就是伊有一个信用状，嘿，信用状先来，啊，先来咱就即个物件咱出去了，但是你啊出去迄边好势，咱钱甲则摕着，袂当随摕着。
好了，阿姨，这嘛唔多，迄个伊迄个顺序叫做塑胶花，好，塑胶的那个花很很啊，啊，销伫咧澳洲，啊，销澳洲迄个塑胶花来讲，就伊台湾都是迄个有一个股东，啊，伊一直去盯这个厂，去工厂啊，逐工安尼，你看，啊，花长啊，拢黏啊，真少，用实力看啊，黏啊，真好势，当真好势。但是咧，怎？销迄阵啊，唔知几卡洞，足济诶，这个塑胶花啊。销去澳洲，啊，即马一个去，迄像迄条钱，我那几啊百万，啊，销去到遐的时阵，去的时阵，哇嗨啊，迄条贵的总退，总退回，因为塑胶花去到那里，因才是天气的关系，因为拢浸润嘛，天气的关系啊是安怎，反正伊这边的包装可能就是包装，因为伫咧黏伫咧创的中间无问题，咱基款的，咱看伊装起来，啊看伊咧款拢无问题，但是咧伊结果伊咧。咧装的时阵也是安怎，伊迄就是伤过紧也是安怎，结果了后拢开开，哦，迄个黏的拢开开，啊歪果起大串安尼变作，因为一去澳洲人开开一空，一个卡洞一个开开看，这样子他全部都退，他不会说我搁甲你黏，有诶好我甲你退，无可能全部拢退。迄个退倒转啊，啊咱这边的钱爱互人，哦这边通常你若出货。钱都爱去啊！啊，虽然是开票，但是你钱嘛爱给人。结果回来，人个退倒回来一个物件，退倒回来到咱海关一去看，真正拢袂用的，真正袂用的。啊，没有没有啊，这边伊讲，我恁来订货啊，恁拢甲我签名，拢甲恁甲我接去的啊，所以我货无问题啊。啊，这中间是货运的这个运输的过程，还是什么啊过程？这就是恁的问题，所以就变成讲，因爱承受这些。花迄个怎开始就接了几啊百万，就来了去啊嘞，佮刷落去，煞内底迄个员工吼，因为伊当初也跟着他去订货，啊去订货时阵，当然是加减念伊一个讲，啊你订货时阵，你若无注意迄个包装啊啥吼，伤过紧，还是讲这个物件伤过紧吼，啊就佮包起来是毋是？那个中间会坏掉还是安怎？你若拢无注意这个问题，啊小可佮伊骂一个，结果无偌久讲，怎安怎嘞？因为伊就敢若讲。迄、那个机票爱去领钱，啊，较早领钱嘛要倒来要创啥物货？伊去安那，迄个员工带你去领钱，去提倒来，去提，伊家己去领钱去提倒来，结果差不多一百多万，全迄钱摕上，我来做伊，绕跑，卷款潜逃，嘿，卷款潜逃，哦，搁补到这，啊，搁补到这，啊，做啊创一下，伊家己都是整个就会周转，就周转不灵啊，就足艰苦的，啊，迄个时候我啊来，咱这是要安怎一款的？啊，后来就是真正就是来拜财神。也是来拜财神，拜那个财神爷。那个时候是拜五路财神，拜五路财神，拜了财神爷，拜了无外久，差不多一个多月，结果迄、那个员工抓到啊！哎呦，捐款潜逃，问题是只有对着无？有对着，对着，差不多八成。好好好，嘿，还差不多可以开二十几万去安尼啊，八成啊，八成钱回来嘛是七八十万也很不错啊。嘿啊，对着啊，结果伊这边伊未登未过，登写未过。因阿姑提钱出来借伊，因阿姑怎会讲看伊安尼真认真，你家己就是就无用啊，怎提钱出来借伊？借伊，佮介绍美国的客户，嘿，美国客户，啊，你就完整佮介，所以伊尾啊后来做迄个啥圣诞灯，嘿，啊，怎会销美国、销澳洲拢来销，结果做甲尾啊足好，到目前为止，因的生意还佮做啊真好，伊的内底吼办公室内底就是拜一尊财神，拜一尊赵公明五路财神，什么？赵公明，赵公明，赵元帅，赵元帅，是是是，对对对对。